适合清晨练习的瑜伽，每天拉伸五分钟，60岁也能长高。掌根向上推送，收腹提臀，清晨拉伸必备。同时，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吸气，手臂上举，互抱手肘，呼气，折髋向下。初学者可以选择屈膝，让大腿面完全贴实腹部，再慢慢试着蹬膝，帮助对抗地心引力，延缓所有松弛和下垂。